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然后我是古典舞主播清新。辛苦我们的爸妈，我觉得妈妈是一个非常清纯的麦子。大家喜欢妈妈可以点一下妈妈的直播时通知啊，然后那个我们左上角五星五星花饭店的预约也可以点一点，然后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清新点点关注，然后点一点我们的星星，谢谢。选一下我们的曲子，想要看哪个然后就扣哪个数字，第一个是水墨丹青，第二个是红豆生南国，第三个是秋夜吟，喜欢哪个公屏上把哪个数字走一走，谢谢大家配合。准备三二一，第三首秋夜吟送给大家。其实你们这些歌其实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是吧，不要紧，以后在我这里经常听可能就慢慢熟悉了。沙溢会好
谢谢大家今天如此的给力，如此的喜欢，谢谢。喜欢青青的话，可以点一下青青的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，这里哥哥。然后我们的爱心有没有？还没有点新的哥哥们，把爱心点一点。怎么我们就停步在2000上面了呢？来，我们先朝着2500的方向走一走。感谢这个诸葛亮先生，感谢这个战神不良人先生，谢谢。不喜欢国家舞，我知道大家就是还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喜欢爵士舞的可能更多一点。虽然说喜欢国家舞的可能是一小部分，但是有着一小部分我就觉得很满足了。今天在这个直播间有这么多的人喜欢，就是公屏上说喜欢说赞说跳得好怎么怎么的，我已经就是觉得很开心了。比较容易知足。对，大家喜欢爵士舞没也没错，大家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，不要紧。对，尽量不要就是我跳舞的时候你说你不喜欢我，这样我会影响我发挥的。喜欢我喜欢你咋办，喜欢我就好好跳呗。谢谢大家。然后给大家接下来跳一支红豆生南国吧，是一首比较温柔的歌，是那个西游记后边里面西游记后传里面的音乐。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对，看着我比较下饭。梨花鹿我们刚刚跳了就不跳了，接下来跳一支红豆生南国。
曾忘却故人诗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。守着爱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。春又来看红都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。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。最渴望却故人诗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。守着爱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。春又来看红都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。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。烟花拥着风流真情。小礼物啊，谢谢大家的花花，谢谢大家的心心，谢谢大家的夸赞，谢谢。然后遇到那些报价的，我们就直接刷屏刷过去就可以。没事的，不要理他们，不要跟他们吵。对啊，刚刚公屏上那些报价就直接扣六扣过去就行了。他们好像有点想太多了，真的2000块钱都买不到这个旗袍的。他们总是见了谁都想报价，觉得真的在公屏上说一说可能就能取回家一样。对，大家喜欢轻易点一点关注，然后等一下下播了我就回自己直播间直播了，免得你们找不着我了。啊，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我就跟大家聊聊天吧。那个，对啊，就是最不差的就是钱，毕竟我是一个煤老板，知道吧？我们家之前开煤矿攒了好几十亿呢，知道吧？你跟我说2000块钱，那不是让我笑话你吗？出个。几十个亿比我们家出的钱多一点的，我可能还考虑考虑。怎么才能娶我回家？这个一切看缘分吧。我是山西的，我是山西人，虽然有点像江苏人，但是我是山西的，山西跟貂蝉一个故乡的。然后还有10几秒钟的时间，然后我就要跟大家拜拜了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记得赶紧点一点我们的直播室通知。然后接下来有新雅带给大家好看的舞蹈，然后明天中午的12点99.3再见。